小娃娃，你白白送死，倒是省了老夫为太公找你的时间。你是那个时候出现在宫院里的？那一刀刺得好啊！那样的父亲，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？父亲不是我杀的，您明明看到了。 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，分辨。何其大雾！哎呀，别闹！电灯雾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听说康公子的时候，武将军也在场。嘘。那样的结果，太公一定很失望吧。 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喽。武将军为吾打下的这一片江山，也要父子黄土。哎，可叹可叹。喂，呀！
身上。 有何事？ 吴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挫了锐气， 现下正前往石海山， 若是被她登上山顶， 让她去吧。 若是那姑娘果然厉害， 倒是替我报了鞭尸之恨。 王吉且慢，你认得我？尊驾何人？老夫乃晏婴氏也。原来是君庙堂之高而幽其名的晏大夫。欲为君父除弊事，肯将韶华惜残年。老夫知王吉此行必有意， 只是前途凶险，老夫愿效绵薄之力。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之法，可助王姬打通天灵，充盈气血。多谢眼相。
别去了，这里是魂魄的归宿，你一个生灵，除了他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怎么还需要找武将军作证呢？你心里也有疑惑吧？齐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侯相比，你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，没有。的小娃娃果然追了上来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我没有。你亲眼所见，你可以为我证明。这座尸骸之山就是你的葬身之所，留下吧。Thank you.
束缚武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。你又回来了，是想通了，要放下仇恨，投身大义了吗？我去了边疆大营，见识了那里的乌烟瘴气，也见证了沿途百姓的颠沛流离。这一切都是田氏所害，所以我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揭穿他的阴谋。这既是私怨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世间一切皆有因果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勉强。人心乱，天下才乱；人心安，天下皆安。人心乱，也是这些奸佞小人贪得无厌所致。并非全然如此。伍子胥也是一代英豪。若非他自己的执念，田氏又怎能驱使得了他呢？哦，说起伍子胥，你看这……这确实是伍子胥的魂石。魂石？具有异能之人，死后神力不散反聚，凝结成魂石。你得了伍子胥的魂石，便可以借用他的力量。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可我并不想要他的力量，我只想从他口中问出真相。我要再去寻那另外两人，我不会放弃的。